还没到，然后底下时间到，我要换义安，有一个会去守门，然后你，请你，我要看到你攻击，有没到？好，来上去吧。北明，你们后卫是要倒球哈，转边。来了，进球。换边了，换边了，快点，换场，换场。快点，快点。位置都跟刚一样哦。可以哦。帮我下来。可以啊，教练。我再把它看一下。哎 ，Jerry， 你等一下要对前。没有精神呢、啊。Aaron， 这是右边的，你位置在哪里？要记得哦。雷鸣退后，靖凯后卫，近一点，后卫近一点，你现在不是中间欸，拉回去，后面近一点，后卫近一点，你们两个后卫近一点，啊，两个人近一点，听不懂，移动过来，中间一点，中间一点，看可不可以传，可不可以看，换边了。太轻了，可以大力一点啊！到底在怕什么东西啦？踢球扭扭捏捏，踢什么东西啊 ？OK， 上压迫，上压迫 ，Jeremy。对啊，接啊！你叫人家哪里不接球？你在练躲避球？你在玩躲避球，对不对？在左边中间，靖凯，你是后卫，后卫在哪里？哎，位置上好，哎，要防守谁？防守谁？位置，一个手有像像 ，Jeremy Jeremy 一样一样。OK， 像好球，控好，不要急，先控好，再传。给你们机会都没有用啦 OK， 位置站好，哎，T字形在哪里？T字形。给你们一千颗好了啦。James，James， 位置在哪里 ？Jeremy， 一凯过来。啊？过来。这里。Jeremy 拿球 ，Jeremy。对，再传，看可不可以前面，可不可以前面？球都拿不好，第一步拿不好，怎么会有第二步？雷鸣，海杰拉开。不要再回来，前面是空的，为什么要回来？前面是空的，海杰，你有没有看？一个一个防守。前面是空的、欸。十二号。你们去当守门。Aaron， 你不是说你要练守门？不要不要。不要。我不要。你每周这样子，都是你在讲的，一下想要这样，一下这样子。啊！每次你又要练守门，啊，又要当守门，每次练习，那你到底要干嘛？我不要当守门。没有这种事情啊，每次只要你想要怎样就怎样。拿好球，你是这样，以为你是少爷是？想干嘛就干嘛。好球，洛恩。OK， 没关系，快 ，Curry 球往前滚。吴悠有没有看到？洛恩都敢，你不敢？你也不敢过人，也没有动作啊，海杰，坤都敢做动作过人了，你都不会做，靖凯，你也是啊。抢下来，往空间拿。抢下来，不要急。抢下来，往空间拿，不是往人大。眼睛砸屁股是不是啊？中间是谁？凯乐，他跑前面，你就中间，中间是空的，知不知道？啊。前面是谁？Aaron。靖凯，现在不是那个没有光哦，应该看得到吧？请你主动一点，不要站在那边。你们两个在那边看戏啊！
开始看，传，再来换边传，进去，进去，太远了啦，可以再进去啊，可以再进去啊。James 在哪里？Aaron， 那我可以留在右边。继续换，裁判换人哦。来，一安下来。那我可以留在手套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其他你还是会上去踢，好吗？可以吗 ？Aaron， 脱背心，赶快。靠近边线，右边，右边，靠近边线。去 ，Go。然后这边。哇，这个太大了，好，没关系。Aaron， 手套脱掉。居然上面拿球！哎，好，传准，传准，找一个防守，不用，躲在哪里呀？控好，不要急，先拿好，投一下看，空间在哪里？不要再往这边挤了，对，直线。OK， 接人很好，接人很好，接人继续。空，中间啦，可不可以过？动作可不可以过啦？可不可以过啦？过他怎么会往中间呢？吴悠，你是脑袋有问题是啊？人在中间，你往中间带。人在中间，你往中间带。我教你这样子带的，是不是啊？看一下，不要两个人，你的队友怎么会抢你的队友的球嘞？换边转，对，看啊，往前，先往前。OK， 艾文好防守。OK， 一样找一个人，旁边都有一个人。哎，这样很好。球速再大一点哦！Jeremy， 你走 ，Jeremy， 吴佑恩，可以再过来的时候，可以再拿回来，再往边加速啊，知不知道？你不要只有点头，我在跟你讲都没来听，点什么头 ？Jeremy， 你的，你可以踢了没？你要认真踢了没？有人，还是今天这样？天气不好，踢不好，是吗？你要踢了吗？海杰控下来，哎，向跟着向你的向你的向，先开始抛进球，不要再往中间了，吴佑恩，你往中间干嘛？抢下来，救人，抢下来 ，OK， 救人很好。凯乐，你这个是要射门还是干嘛？还是要传二杆，还是要做什么？清楚一点。海杰，你要不要过来？你要不要射门？你到底要不要射门，海杰？你不要射门就下来。对，很好。OK， 就要球。不要乱踢，对不对？烂不烂？旁边都有一个人。烂不烂？快点！啊？上上上！你知道你刚刚在干嘛吗？你知道你自己刚刚在干嘛吗？知道，你刚刚在干嘛？啊？这 ，Aaron 球来的时候踢给人家，对不对 ？Aaron 带球，带球，是不是？然后抢球是这样抢的吗？吴佑恩拉开，吴佑恩拉开，先接球。好，往前拿，往前拿，过，换边，对，再传，对，很好。曾罗文，曾罗文，你的队友拿球，不要去抢你的队友的球。Aaron， 别人你不抢，你抢自己队友干嘛？
来找一个像，看一下你后面。像，再看你后面像。打开了，先拿，往空间。吴佑恩，不要传这种球，每一球要把它做好。OK， 位置先站好，快点，位置先站好，散开。快点拿吴佑恩，站好，往前踢，救人看球，救人看球，救人。快点！很好，救人很好，救人 good。罗文，那边是全部都人，你要往他们踢。找一个人 ，Jaren， 二十号，这个。罗文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人在中间，还要往中间带吗 ？Jaren， 还是往中间吗？那你为什么要往中间带嘞？Jeremy，Go！再接球，再接球。动作做出来啊！给 Aaron 好球！来，凯勒去守门。打一个人。去守门。老师，我想看。美明中中。美明中中。中间。中间，注意一下。哎，接球啊！一凯后卫啊，盖角球了，我们的球。找一个人，去接球，进去，射。中，雷明知道中吗？中间的那个位置。防守 ，Aaron， 你旁边有。对手吗？海杰，你不射门就去后卫，去射。给你那么多，不进去射门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不用推那么后面，往前。Jeremy， 你旁边有人？不要摸手指，我要把你手指绑起来。可以进去接没有关系，可以再换，可不可以再给？阿米，哦，你要贴了吗？啊？先找一个人，找一个人，这边两个人。来，罗文下来，罗文下来，罗文，上去，丢，给旺旺。等一下再继续上去踢哈。汪汪是箭头。暂停。OK， 他们的球。靖凯发球。靖凯，然后我们要不一定要直接射，可以传球。Aaron 抛了。你要看，你眼睛可不可以看距离，看人。可不可以？位置站好。T 字形的位置 ，T 字形位置是什么？阿米，上去，进凯。海杰拿，海杰拿。哎呦，来换。快点，这样有机会拿球。汪汪，不要用走的。尤恩下来。越来越分情况。真打很。Aaron， 你旁边有人吗？就是拿不下。凯勒，你也是可以拿球哈。然后我又不下。凯勒，不要在那边，你也可以拿球。凯勒，出来一点。下来。就没听到吗？你们刚刚在睡觉吗？半东京下午怎么会没什么精神 ？Aaron 好球 ，Aaron 好球，继续 ，Aaron go。动作做出来。投来也看。
OK， 希望够 Aaron 控啊，看汪汪那边控了，下去来吴渊下来，吴渊下来右中，人在中间，人在中间，不要再往中间带。你看这边都是人，我拿球，你怎么会拿球？这是空的，你不往这边带，你要这样子挤。什么时候才可以这样带？你把人吸引过来，带过来的时候，吸引过来的时候，再往回来，这边是可以带，懂吗？懂吗？这时候你就有加速，这边空的过人射门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可以带球，艾本可以带球，艾本。易安，你在环游世界吗？陈易安，右边中间，你在环游世界是？拉开陈易安。海杰，这一支不一定要过，可以直接射。Curry 提醒他们，谁要去接球？没人要，没人敢接球。要接球啊！那个谁，靖凯，刚刚是你丢球吗？那个海杰，你要去接球啊！你为什么跑回来干嘛？阿易凯，易凯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要不要下来看？你不选就下来看，靖凯啊，企图心，再接球，可以往前啊，易安，易凯先拉开，靖凯先拉开，控好，起脚射准，早一点，早一点，你在等什么？一样再找一个人防守，这样很好。找，不能这样怎么办啊？旁边有人吗？但是球不要那种，来的时候就轻轻踢，那种轻轻踢那种东西，然后在那边等。然后你看，如果是防守，你刚刚还球一块，你要传给他，没有错，很好，可以。但是你怎么会踢？然后球在这边，轻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他如果有能力，他直接带走加速进去空的，后面刚刚是空的。那你因为你这个失误就被进球了，懂吗？很好，球迷一样哦，一样，懂不懂？发了，你有位置的，你有位置的，了解吗？控好，投来再看，进卡那边可不可以给？还可以射。OK， 问一下，姜俊凯，眼睛看，看清楚，你不要每次都不看。你这样子也传不准，也射不准啊！听得懂吗？小俊凯，你有没有听到？你要看啊，你都没有看，头都低低的，上去啊！可不可以来？不行就回传，换边头来去看，换边了，大力一点，你是不加分啊？找一个人，要找一个人。靖凯，你那个易凯，你在比赛哎，要不要跟他抱在一起？张也射不准哦。可以，快，我现在位置先站好。快，最后两分钟了，加油加油，最后两分钟。最后两分钟哎，怎么办？赶快再上去好不好？来，明下来。去。Jordan，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有很清楚，头脑很清楚，但是你今天过人太慢，听得懂吗？刚刚这个是被打到了，加油，加油！又被打到，你怎么有时候受伤？哎，好，很好，再来，我会过，动作，过，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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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可以要求，带太远，对，对啊，要控制力量，每样一个招一个人哦。我等不到海杰进球了。小俊凯可以跑线。
海杰都没有经验。向你后面来，向后面。一凯去后卫，一凯去后卫，一凯，啊不是，一安去后卫，一安后面。向向后面向。一安后卫是那里的，靖凯在你前面的啦。靖凯，你不是后卫，你不是后卫啊。就拿球，就想法拿球，就想法拿球。拉开吴佑恩，他给你了，哇！天啊 ！OK， 位置站好。吴佑恩，给你那么多机会了耶，你都没办法把握吗？站不稳吗？那种球你上去一脚球就可以进球了耶，还可以漏掉。James， 专注一点。他们还会直接往前踢。不要急，等待。汪汪，你有没有在看人？人都过来了耶！你有没有摆头？去谢教练，去谢同学，去谢同学。拍谢他们教练。现在你要做什么？你脑袋很不清楚哎。去谢教练，去谢教练，谢同学，先谢同学。谢教练。好，谢谢。没有啊，他怎么会有这个？啊，因为家长希望我每次比赛都录下来，录下来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所以要影片有声音这样。对，不然会有杂声。对。谢谢教练。好球好球，加油啊！一年级，七岁。对。哇，好了，休止扣，还有谁？休止扣，过来吧。跟裁判说，谢谢裁判，裁判就走了，那裁判就跑了。好了，先坐。对，好了。